来的路上很堵车吧？贺老师，我时间挺紧的，我们直奔主题吧。是这样的，我想问一下，您跟尤娜爸爸之间的感情状况如何？我们感情非常好的。我确实工作很忙，那娜娜爸爸他有自己的事情要忙。 但是他还是会给我时不时制造一些惊喜，学艺术的嘛，都比较浪漫。啊，那个前两天刚刚给我送过一大束花，我都跟他讲没有必要的，对吧？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没有必要这样的，学年轻人何必呢？还挺浪费钱的。他就跟我说。 说，别人有的东西我应该要有。那天，林玲妈妈、珊珊妈妈，我们离婚了。韩台，你又把王卓给插进来是什么意思啊？敲门再见。出去敲。 韩台，咱们当年做新闻广播的时候，这收听率暴跌三分之二，最后是时间访谈去顶了火。这三个月不到，您得把我给撤下来，换了王卓，美其名曰说需要换新鲜血液，我二话没说，我认了。但是今天这八字还没一撇呢，您这是为什么呀？时间访谈现在也是王牌节目，我这是让你们强强联合。 企划案一路给你做绿灯，声势也给你造了，档期赞助商也都给你落实了。可人呢？您的心理专家什么时候能到？有王卓在，给你一块找，心理踏实。我也算是看出来了啊，您这个绿灯呀，不是被我开的，是被心理专家开的吧？一个星期，我把心理专家给您逮回来。如果收听率到了前三，您就别再提换人。收听率第一。 您把时间访谈还我，成交。等不到好消息吧。